汽车回转后被后方机车连续按了几声喇叭，驾驶转头发现摩托车骑士暴怒，紧跟在后放慢速度，没想到骑士直接跟在旁边，让驾驶相当害怕。原来上一个路口汽车按了一声喇叭，引起骑士不满，他骂完加速往前骑，看到汽车觉得不甘心，就在马路上又放慢速度再呛一次，接着加速离开，但骑士行为已经违法。机车骑士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处罚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第十三款，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。机车不在规定车道行驶，依法可开罚，就在马路上对着汽车挑衅，车道变成奔驰赛车道，骑士为了叭的一声要讨公道，恐怕会被开罚在先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